马可福音第十章，耶稣从那里起身，来到犹太的境界，并约旦河外，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？意思要试探他。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摩西许人写了休书，便可以休妻。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。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在前头走，门徒就稀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过了三天他要复活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进前来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
耶稣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喜，你们能受吗？我们能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也要喝。我所受的喜，你们也要受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知道，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：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：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，叫过他来。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：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若碰你，我又能看见。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